清晨微雨的天气，长沙慈济志工忙着搬物资上巴士。好，都到了，可以走了。大伙这趟远行的目的地是在400多公里外的员林县火场乡。位处山区的员林县是中国大陆的名茶之乡，但民众的生活却完全相反。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，山里住的有80%以上是老人和留守儿童。爸爸妈妈都打工去了，我们这个山区地方不打工不行了，没钱了。心疼大山里的孩子，长沙与福建志工合作，准备了学习物资和制服、鞋子，前来火场学校发放。我替我们孩子感谢你们，所以我们就非常自发的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不是在帮你们做，而是我们在帮孩子们、帮大家做这件事情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！你领到什么东西啦？糖、书包，还有衣服、裤子。开心吗？开心，还有鞋子。嗯，好，祝福你啊，好好学习啊！你排了五千。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新华字典。最需要新华字典是吧？对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大家虽然经历9个小时的车程，但是一到现场一样的打起12分的精神来跟我们的学校老师互动，把这一份不仅仅是物资，更是精神的一份传递。你们这次来坐了这么长时间车啊，来了以后还没休息就投入到我们那个工作之中，所以对我来说是比较震撼的。大山里的火场学校，这个冬天因为慈济志工的到来，因为爱而变得温暖。大爱新闻之盛美志工陈敏、唐建云。